机会。今天晚上8点，电影大厅不见不散。玲，戴玲玲，我真想不到你是这种女人，勾引男人还真有一手。好啊，我成全你。独坐沙发一角，假装什么看不到，停留在你背后的我还是强颜欢笑，空气中你的味道依然那么骄傲，沉默着拒绝我的拥抱，什么你要让我无处可逃，在你背后受煎熬，我那么爱你错了吗？我只想要你的回答，你爱我吗？别不说话，难道连骗我都不可以吗？那么爱你错了吗？怎忍心叫我如此惩罚？都算了吧，都忘了吧，难道只有这样才能停止挣扎？空气中你的味道依然那么骄傲，沉默着拒绝我的拥抱，为什么你要让我无处可逃，在你背后受煎熬，我只想要你的回答，你爱我吗？别不说话，难道连骗我都不可以吗？那么爱你错了吗？怎忍心叫我如此惩罚？都算了吧，都忘了吧，难道只有这样才能停止？我那么爱你错了吗？我只想要你的回答，你爱我吗？别不说话，难道连骗我都不可以吗？那么爱你错了吗？怎忍心叫我如此惩罚？都算了吧，都忘了吧，难道只有这样才能停止挣扎？
打一觉针。妈，医生说了，平时呢要多做做按摩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您的身体恢复有好处的啊。啊。然后我跟我哥这边呢，每天都要出去工作，有时候呢晚上还要加班，我就在想啊，干脆给您雇个保姆得了。哎呦，雇什么保姆呢？妈又不是不能自理，你看我现在恢复的不是挺好的吗？ 与其找个保姆，不如你哥俩赶快给娶个媳妇儿。这媳妇儿要是进了门，还能跟妈说说贴心话。妈，我听您这话是话里有话。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浩生，你到底有完没完啊？ 我不是已经跟你认错了吗？啊，到底是你没完没了，还是我有完没完啊？你认什么错啊？你少给我装无辜！你干过什么？你心里清楚。嗯，